我们再往下看，七八九地住念不生，这叫无生人啊，真正看都看到了，明白了，不再疑惑了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啊，不生哪来的灭？十地妙觉得菩提果，这叫极灭人。清净寂灭，啊，天台的家讲的，火断尽了，啊，这个火是指什么呢？无始无明的习气。啊，四十一瓶吸气完全断干净了，十报土也没有了。啊，十报土是无始无明吸气形成的，吸气没有了，十报土就不见了。啊，吸气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十报土我们叫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因为。他没有生命啊，称他为一真啊。实际上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这个相就不见了啊。它存在的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，我们也称它做无量寿啊。三大无阿僧祇劫，这时间很长啊，称无量寿，有量的无量。啊，三大阿僧祇劫满了，这个现象没有了，不见了。长极光现前，这叫得菩提果。得菩提果就是他真的长极光，融入长极光。长极光是真正的自己，是自己本来面目，就是自信啊。常寂光三个字都是形容自信，常是不生不灭，即是不动，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啊，就是自信本定。光是光明遍照，是说的智慧，无量无边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能现万法，这叫妙觉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